你们是要什么馅料？凤梨馅。凤梨啊，土凤梨。土凤梨。对。哦，我们是土盐巴。哇，整个进去哦。他这样吃就知道他年轻的时候有吃过槟榔。你说是你们家的品牌？对啊对啊，那所以你应该要去试一下。我试一下品管出了什么？我吃那个妈妈那个嘛，对不对？这次很用心哦，用心是为了剧组里面的哦，一模一样刻板出来的。老板娘在那边，哎呦，他们家的凤梨酥，哎呦，而且圆形的哦，哦，真的很用心哎，很用心，很用心，因为他最后发明新的是圆形，圆形的。哎，你们是要什么馅料？凤梨馅？凤梨啊，土凤梨，土凤梨，对，哦，我们是土盐巴，哈哈哈哈哈，土盐巴，你加盐巴，来杯，来杯啊！好，我们第一个要看谁？我们就先看婆婆，婆婆，对，好好演哦，婆婆来，啊，婆婆，先看婆婆，先看婆婆，吃一半就好了哈。哇，整个进去哦，厉害哦，你看他这样子，婆婆这样吃就知道他年轻的时候有吃过槟榔。啊呸！婆婆看阿公了吗？他看到哦。他看到的不是阿公，他看到的是洗肾的机器。这太夸张了。第二个看谁？顺过来，顺过来，顺过来啊！走一个。去哪里？节奏最强的舞台剧演员。哦哦哦哦！哎，汁可以吐出来，没关系。口水鸡啊，口水，口水鸡，口水鸡，演一下口水鸡。哦，哎呀，不好吃。强哥，你的水。你要看他喝水吗？还是要看我吃？好，来来，找一个。好秀气的女孩哦。吃到就不会秀气了。他开始要暴怒了。哎呦，要不要水？吞蕊，吞蕊。先吐汁啊！好，先吐汁，先吐汁。这个，这是吐西瓜籽吧？卓云轩感觉上是吃到，嗯，因为他眼睛爆红，有一点。我觉得他还好吧，我不是平常就是这样。然后应该就是长哥，我也觉得是真的哎。他最近演的都很难猜，真的吗？因为都演的都一样。对啊，我演的都一样厉害，都一样厉害，都一样一样好。那个层次很细腻呢。妈妈感觉也像吃到正常，那就好，那就赌心一点。好，这个凤梨酥是你们家的品牌？对啊对啊，所以你应该要去试一下。我试一下品管出了什么？对，品管有没有出错？而且你吃过各种凤梨酥，你就知道哪种厉害。所以我吃那个妈妈那个嘛，对不对？好，你决定啊。决定。好，我吃。决定啊。好的，正常的，正常。他真的试了好多凤梨酥在戏里头，一直吃一直吃。吃，嗯。这是神哥，你为什么不听他的呢？你怎么知道的？我都不知道。我是一个排除掉的人。哇！哦，你狼吃水啊，那演技都不错哦。